对呀、啊，现在是晚上啊。来，来吧。傅老师真的没来吗？因为我看过你们好几期节目啊。门打开没人的时候，大屏幕上都会出来。能不能让我也看一下大屏幕？是就第二现场是吧，傅老师？对，你看一个节目啊，观众们熟悉到一定程度，那我们的一些技术啊，一些悬念啊，都无法保留了，这其实是个失望。你真要看啊？我要看，那看一下我就死心了吗？那就看一下吧。王梅，我就知道你来了。是王梅吧？